蹲。他公司附近来，我也蹲。哦，蹲是吧？嗯，我就图玩，我不图钱。哎，对，咱就是图玩啊。你给你万块钱花还没有？你挣几十万怎么花现在？就是我不缺钱，我不图钱，我图名誉。俺不缺钱，俺岁数在上班就是一年20万。哦，你不缺钱啊？得挺多。哦。蹲。他公司附近来，我也蹲。哦，蹲是吧？嗯，他。哦。俺这只上家过过的，别家里过。他是坑人的，他我有坏人，说坏人了，他坑人，他坑我的，我的。哦。炸鱼犯法，那个鱼是河虾。哦，他河里吃我的。那坑还有坑你了，大爷？他坑我的，他有精神。精神是吧？哎，挣他了，那以后就是以后不炸鱼了，只炖鱼。啊，炖还是炖。炖。还炸，那都上两锅，怎么着？你说公？还有锅。公司的领导来了也是炖是吧？嗯，他下午飞机来，我还炖。咱奖励的，奖励，把那个鱼饭不能合吃。对，你把那个我不说呀。以后别管谁来了，绝对不炸了啊，绝对炖。炖，咱就炖。哇，这段时间有人害你啊，有人。你管谁说？你反正那个鱼饭，反正熬呀。熬，对，熬鱼炖鱼。不能合着吃。你还奖励是吧？对，奖励。大爷，这个炉子都是烧柴火啊，这个烟火气啊。这炖这个豆腐他自己做的啊。那我当18队长，那管八十我不干。哦，对。这个当队长当多少年了呀？当队长。18年。18年队长啊。哎。是。我当18年队长呢，我公家我那个犯法事我不多。对。当犯法事不干，上北京，问他那个鱼合着能吃吧？能炖吗？不用到北京，来到咱山东省里吧。哎，人就是上这哪去？我敢给他钱。对。我敢给他钱，我来那个鱼饭不能合吃。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了，还有人说你那个鱼了还。有，俺侄上家，俺侄书记。哦。俺亲侄。那亲侄那书记啊。嗯。他说你那个有人投诉了，有人干啥了？说你别炸，我知道。我怎么不炸的？我那个鱼合吃，不炸的肚子上吃，那个鱼。那个鱼呢？还不是国家粮食那个鱼啊？哦。哎，这是讲理，你光不有理讲满天下，没理你寸步难行。寸步难行。对。哎。大爷现在做鱼比以前技术好了啊，翻得好了，兄弟们啊。哎。我是图玩，我不图钱。哎，对，大爷就是图玩啊。你给你万块钱花还没有？嘿。还是图咱爷们儿到一块儿挺好。哦，但是我名誉，图名誉啊，咱不图钱。什么的呀？这是茶叶啊，泡茶。哎，别不，等会儿就回去了，不泡了。你不喝就浪费了。不要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回去了。啊。小开封，对我这个脾气。哦，你脾气。你不有脾气，我不要钱，给什么员们照样好。哦。照样好，该怎么？给3块吧，3块吧，2块吧，那个都无所谓。无所谓了。那个人连人过去都不过去，你要给你挣一，对，不能挣，哎，是，嗯，哎，现在就是玩嘛，是吧？小孩不叫干，不叫干，我在家里做技术工，闲不住啊？哎，一品啊，他每天到我家找我，都来找我，你不干都能。对，来找你玩儿。现在一天吃几顿饭，大爷？我就两顿。两顿饭。一瓶啤酒喝两顿。哎。趁机喝点，下午喝。哦，一瓶啤酒喝两回，喝两顿，一回喝一半儿。一顿一碗。一顿一碗。哎。你喝多了难受。哦。听见了？你买鱼了？买鱼。买了吗？买了。是吗？不骗你，真是。谁给我几十万？不能上街的，你要是一直还他，别两三，刚才你就举报这个。不能上街的那个，上街的不能上街的那个骗钱的。你不骗钱，我骗钱就这是他给我。大爷，假设让你挣几十万，你咋花的呀？啊？你挣几十万怎么花现在？就是我不缺钱，我不图钱，我图名誉。啊，图名誉。啊。俺不缺钱，俺岁数在上班就是一年20万。哦，你不缺钱啊？得挺多。哦。还是我孙考东北去研究生，嗯，俺孙子也是研究生，啊，都研究生啊，一年20万，真是大爷在这就是玩啊，
在这炒菜，卖这豆腐就是玩儿。我就是玩的这。嗯，他就来赔，他就赔，不赔他一万，不赔我就卖这窝豆腐。卖你豆腐。我做那也发什么财？小孩发的是。对，无所谓了啊，就是玩高兴，就是吧，拉呱是吧？高兴玩儿，在家闲着没意思是吧？